苏北最大的宠物批发市场啊，人山人海，看一下老铁们啊，咱到里面看看去啊。今天给粉丝拿个金毛、拉布拉多，拿两只泰迪比熊啊，到里面带大家转转，看看价格多，人特别多啊，还有美女，老铁们。哟啊，这几个锅那小，这个锅，那长了几没长大了？啊？长了，长三斤，都长三斤，多大了现在这个锅？两个月。对，西娃娃这个锅体型小，这两个还行，那个有点大了，那个我看着。不能，西娃娃不能。这个卖了呗？卖了。多少钱？800。800，别走呀。老板走了。800。不是这个泰迪好，哇，这个泰迪行吗，老板？啊，这个卖了呗？卖啊！乖乖，精品。我看看，哎呦，多少钱？米线儿这边是？啊，对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啊？哟，这个锅多大了？这个锅？多大了？3个月，多少钱？3000。3000。嗯。好锅就是好锅啊，价格也漂亮。这样。这个也是吧，这个是啥波美吧，这波美啊，这个波美也不错。米歇尔灰色泰迪。今天市场来的都是精品啊，都是精品。过来过来，牛来了，看看来，上个下，约个下啊，小型犬，约个下。这咱是华泰迪。小型犬，精品啊！看看这边都是自卖头的地方啊，自卖区。这个是啥？这个是昆明呗，是昆明呗？啊？这啥锅？浪青。浪青，浪有点像白青，那个谁长的？啊，有点黄。这是浪青，是土锅。你认那边，我真不咋认识这个锅，多少钱一个？50万，50呗。50万一个卖不？50万一个，100块往哪里啊？500块一个。哎呦，500块一个我不要。不要，那不是那老兄不？看看这边大型犬啊，德牧。这他都不看，多钱一个了呗？你说那一窝送的，1000只？对，便宜的。咱便宜，大量的疫苗了。大量的疫苗了，也不能要那贵呀。都说赔钱的狗便宜，你要那贵咋卖？你的最低价了，大量的疫苗了。漂亮。800。800。800不行，你想要1000块你也凑走。要俩，800。2000，够不到这一个够，大量的疫苗了呗是？啊，2000不错不错，等我啊。走，咱里边看你走，往车里边开。啊？看看这边啊。看看个吧，美国个吧。太漂亮哈。丁香色、蓝色的，还有包金色。咋卖的？丁香包金的，拿了。多少钱？那这个贵了。那这个呢？4800。男的3000吧。这个咱卖价。3000吧，这值3000吧。3000吧。那对，能卖。3600。阿拉斯加。这边是专卖阿拉斯加的地方，嗯，灰桃红十字，对，这个好看。那这上相呢？这个上相，这个漂亮。这得多少钱涨的？这1800。1800，那还不贵了，这个。真不贵。那这个可以1800。咦，好看，这个好看。不懂，这老板的狗便宜啊。看这边，这边没啥狗了，有猫，有蓝猫，小鲁，要，来，
了。弄小的还得去啊？那还小吗？我弄的都不小。这有一个月呗？才二十天了。才二十天？还没数时间的呢。啊？老板笑了，还没数时间都拿回来卖了。五十多天了。五十多天了，那能小？那能小？你看耳朵，你看别看别人看耳朵。还没你不你不是吃脑，他吃脑没肉吃啊，有肉吃都皮了。那给他找给他找个有钱的人家家吃肉就知道了。找个有钱人家吃好的。这多少钱？600块在哪买上的？啊？多少钱，大爷？800。你别800，你800有人要呗？你佛多少钱都卖？最低我跟你说拿700。最低700，600块钱不好卖。这估计就是400-500块钱，400-500块钱行吗？不行。那你冤枉你，你买那贵谁要啊？700-800，那小家伙。多少钱？实在的。对呀，550，你都550呗？你有700-800的。俺就是时间，人家愿要要，不愿要就散，你知道吗？啊，550，行，550，500块钱能拿着，让给我。你给我来虚的。要要八个。八个也不能八个。没了没了，这边，这边都是土狗了。这都是小土狗了，50的、60的、30的都让了过。哦，这边有别个，别个现在没人炒了，这别个价格也下来了，也便宜了。有喜欢的关注啊，关注一下啊，留言可以啊。对啊，这是拉布拉多。啊，就到这吧，就到这吧，没了，到头了。到头了，到头了。不敢给用那么高。哟，倩倩。原来是这个物件也一般化。嗯。这个物件多少钱？这个物件。啊。这个物件多少钱？10,000吧。10,000吧。对。喊呢？喊他去。啊。别说你喊，喊他去啊。1,500。1,500，10,000吧。哦，1,500，10,000吧。老板这个意思。1,500。倩倩啊，倩倩。今天就到这里了啊，关注，下次再见。